大家晚上好，今天是4月10号，星期六啊，龙皮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洒脱。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让身心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轻轻的闭上眼睛哈，我们就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眼皮慢慢的垂下来。也就好比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哈，轻松的闭起来，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眼睛都忘掉了，我们静坐的时候都没有用肉眼看哈，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接着，我们就舒舒服服的坐哈。大部分的应该坐在家里，所以我们就舒舒服服的坐，以轻松舒服为主。所以，如果我们要单盘、散盘或者坐椅子，都可以哈。主要的就是我们坐下去了，感觉这样做可以坐得久，不容易酸痹、麻痛，这样就可以哈，轻松舒服。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我们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我们来观察看看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现在就调整，把它放轻松，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眉头也放松。眉间的肌肉也跟着放轻松，我们没有皱着眉头打坐哈。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把它放轻松，鼻子、嘴巴。两边的脸颊也跟着放轻松，然后我们就给自己一个微笑，给自己正能量，
我们以开开心心的心情来打坐，我们脸上的肌肉也可以更加轻松。我们的颈部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直到我们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没有太直，也没有太松。哪一位有靠背的话，我们就调一调哈，刚刚好。因为如果太舒服、太松的话，也会让我们容易昏沉，所以我们调的刚刚好。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然后我们假设我们身体里面是空空的，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没有任何内脏。我们试试看深呼吸两三下，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我们来试试看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感觉好像我们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闷闷的感觉全部都排出来了，只剩下细细腻腻的感觉，轻松舒服的感觉而已。现在我们感觉好像自己坐在一个泡泡里面啊，泡泡的性质就是很轻很柔。当我们感觉自己坐在泡泡里面，好像自己的身体
也慢慢浮上来了，慢慢浮上来，身体也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好像身体没有什么重量了。感觉好像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消失，慢慢的融化，跟周遭的环境融合，成为一体。感到自由自在，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念头统统都放下来。其实我们要体会到快乐，不需要往外去寻找，我们只要懂得放下，我们就可以马上体会到快乐了。因为那些念头会带给我们的心起起伏伏的感觉，让我们的心感到疲倦、劳累，所以现在我们就把那些念头统统都放下来，放下来，就这么简单而已。我们的心感到轻松、舒服，本来感到轻松了，但是当我们的心懂得放下，我们就感到更轻松。更舒服，更失败，然后我们就试试看呢，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上，就自己习惯的那个地方也可以哈。在身体外面、身体里面、身体的中央处都可以的。我们就把心轻轻柔柔的宁静定在那一点上，感到失败，失败。当我们的心缓慢的、轻轻的碰触舒服点的时候，感觉好像我们正在用我们的头部枕着柔软的枕头一般，感觉很舒服，很想把心一直宁静定在这里。
心越静越定，舒服感越来越增加，自在的感觉也慢慢渗透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让我们全身都感到更失败，更自在。然后我们也发现，当我们宁静的时候，宁静中还有更宁静，舒服里面还有更舒服，感到失败，失败的。我们很喜欢这种来自宁静的快乐。我们感到满足，能够这样把心宁静定下来，好像自己正在享受来自宁静的快乐。失败，失败的。接着我们就各自做一下哈。
宁静，轻松，舒服。我们的心仍然宁静，定在舒服点上。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哈。我们只要轻轻的动念，我们的心就会慢慢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那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宝一样。因为实际上，每一个众生都是轮回中的共难者。然后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啊，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的家庭。终身行善，不要造任何恶业，能够当自己与他人的善知识，在修功德波罗蜜的路上都顺利圆满，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圆满。当修行静坐的时候，心很快就能够静定下来，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阿罗汉，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我们每一位导师，有龙婆祖师、龙婆他们是有长老奶奶等等恩人，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已经过世的亲戚朋友，
愿他们有更好的生活，能够转世到更好的境界，有机会来修功德波罗蜜。然后接着我们就在身体的中央处那里轻松舒服的发为善的愿啊，发对我们修功德波罗蜜有帮助的愿啊。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ลปัต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กขั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ตุ得，请大家以最法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洒脱。老奶奶常常鼓励弟子们要修梵行。什么叫做修梵行呢？就是过生活像梵天一样，也就是说没有过男女生活、没有过婚姻生活、因为比较方便修功德波罗蜜、那个时候大家一起打坐到晚上八点，如果他们要离开要回家的时候，第一批弟子就是女生要先上公车、然后呢时间过了十分钟二十分钟，男方才可以去上公车，老奶奶就有这个规定、有某些弟子啊，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很清静的修梵行，而且也没有很，也不是全部的人能够做到。有某些弟子呢、他有做出不正当的行为、在其他地方做、然后当他回到老奶奶这边的时候，老奶奶远远的看到他就说，你呀、今天不吉利的味道特别重哦。那个人就被吓到了，因为他做出那个不正当的行为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都没有跟别人讲，但是老奶奶知道，所以那个弟子、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有再做那个不正当的行为了。有某个弟子、他准备要去答应一个女生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他正在绑鞋带，老奶奶就来了，然后就跟他说，你呀、今天不要答应任何人哦。那个弟子也被吓到了，老奶奶怎么知道、后来这两个弟子呢也终身修梵行、老奶奶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跟弟子们讲，也就是说，假设如果你身上只有100块钱，如果你一个人过生活，你可以修功德50块。但是如果你结了婚、
你可能只能供养，只能修功德五块钱而已。如果你生一个孩子，你只能供养修功德一毛钱。但是如果你生了两个、三个孩子，修功德就不用说了，因为身上只有一百块钱。就用这么简单的话跟弟子们讲。老奶奶常常讲这些话，而且鼓励弟子们要修梵行，常常跟弟子们讲修梵行的功德利益，直到有一天是老奶奶的生日，其他人都给老奶奶礼物，那个时候龙婆他妈他给老奶奶一个很特别的礼物，那是什么呢？他跟老奶奶说，今年老奶奶的生日，我给你一个礼物，我发愿要终身修梵行，把这个愿讲出来了，老奶奶很欢喜的，龙婆他妈发这个愿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给人礼物，或者我们要供养哪一位我们可以以我们的实践，就是我们要修什么功德要做什么善业，把这个功德供养给他们也可以龙婆他妈就发了这个伟大的愿，终身修梵行。至于龙婆他打呢，他发愿了吗？还没什么时候才会发愿呢？我们就要等到明天了，明天再继续听今晚龙婆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明晚见。Thank you.